音量调整的设定，那我们开启这齐秦的冬雨，对不对？如果或者是说你希望它小声一点，当成背景音乐，我们需要把音乐降低，音量降低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点选效果的地方，再来点选它的大小声是在增幅这里，好，把它点起来。那变成小声呢？各位看一下音波高低，往左边移。好，假设我们凑个整数好了，减20，再点选确定哦。这里当然你可以点选试听看看，我按确定。好，就在处理中，哎，就变得这样就很小声哦，就只剩下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后悔一下。好，编辑的复原。啊，那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我们再重做一遍好了，假设说你的声音录出来太小声，不想再重录，所以你就可以透过效果的什么增幅这里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增幅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变大声就往右边移。好，那这边可以试听看看，当你按确定的时候呢，就处理变大声哦，像这样就变很大声了。哦，所以透过音波我们可以调整大声小声，当然调整完以后最多的选哪一个，最后选汇出把它转成 MP3， 就完成了音量的调整工作。